请掀开经本，科会第四十一面第九行，贺文无信无作无我身。这一句后面有无我，无我也都要说说。实在讲呢，无我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呢，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事实真相。到底有没有我？我是什么意思？在佛法里面讲的，我这个字的定义必须要具备常、一之体。这个常呢是永恒的。一则是不二，这是我之本体。我的作用呢，由主宰自在的来用。如果从这个定义上来看呢，我们这个身不是我。为什么呢？身是无常的，不但是每一年呢不一样它有变化。实在说，每一天都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给波斯匿王讲，刹那刹那都在变化。在楞严会上，大王他已经62岁了，他跟释迦牟尼佛同年，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释迦牟尼佛讲楞严经啊，62岁。那么在这个身体上呢，找不到常，找不到一。在作用上呢，更没有主宰，也没有自在，所以佛常常给我们讲啊，无我啊。九法界有情众生都没有我，都无我。什么时候才有我呢？佛经上常常讲了，常乐我净，这个四净得了。常一那是我之体，你看乐我净，这是从体起用啊。宗门常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就是我。所以学佛终极的目的是把本来面目找回来，本来面目真我，那不是假的，永恒不灭的，自己能做得了主，得大自在。由此可知，无我是对九法界凡夫所说的，凡夫之人
把这个身体执着以为这是我，这是错误里面的第一个，可以说是根本的错误。错在哪里呢？错在你把这个身体呀，你以为生活。那如果要跟你说身体不是我，你就慌了，你就恐慌了。身体不是我，那这是什么呢？这问题严重了。这个身体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就像这件衣服啊，衣服不是我，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身体不是我，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有的啊。那我在哪里呢？我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没有离开体。换一句话说，衣服我穿在身上，我没有离开衣服啊。衣服跟我是永远合在一起的，你得要认清楚啊，不能把衣服当个我，那把自己的我给忘掉了。九法界的众生呢，就犯这个毛病啊，真的穿一身衣服，把衣服当作我啊，真的我呢，忘得干干净净。那么真我到底是什么呢？真我世尊在大乘经里都常讲啊，六根的根性是真我啊，六根的根性就是真如本性啊，就是佛性，就是真心啊，就是第一义谛。佛说的名词有几十个之多，都是说这一桩事情啊，这是真果，它不生不灭啊。我们这个身体有生灭的，我们六根的根性不随着身体生灭啊，身体是原生的啊，缘有生有灭啊，我们的心啊，真心呢，决定不跟这些缘啊，缘生它就生，缘灭它就灭，没这回事情，它是永恒的，不生不灭，它是常依之体，他能做主宰啊，他得大自在啊。啊，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可惜我们没有办法证得。啊，为什么不能证得呢？世尊在华严经上讲得很好，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释迦牟尼佛很慈悲呀，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那么我们要是离开妄想执着，真的我就现前。啊，你就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啊，这个时候大乘法里面就称你做化身菩萨，或者呢就称你做如来，称你做佛。啊，如来佛里面也有很多差别啊，并不相同啊。禅宗里面说得很好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啊，所以见性的人就能称他做佛。啊，天台六界佛里面，把明心见性的人称之为分正即佛。啊，就是说他真的是成佛了，但是还没有圆满。啊，大乘教佛常讲，无明有41品，破一品无明就见性，啊，那他就是佛了，他就是如来了。啊，那么这个是圆教初住菩萨，再破一品呢，他就是二住了。啊，再破一品，他就三住了。这个佛是界界高深呐，41品无明破净了，那就是究竟圆满佛。啊，我们一般讲的是，这是如来啊，叫究竟的果位，要加个究竟果位，鉴别。不是前面41位的法身大士啊，华严会上称他们为法身菩萨啊，一般呢也能称之为佛啊，像《金刚经》上称的诸佛，诸位读姜维农居士的讲义啊，他解释的就很清楚。《金刚经》般若会上讲的诸佛啊，他是讲41位法身大士啊，那个住就是41，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正实宗门里面所说的了，见性成佛。那么在相中，我们在《白法明门论》里面看到，见性的人跟究竟佛位是同生性，没有见性呢，跟这些诸佛如来是异生性。啊，同生性、异生性怎么个讲法呢？就是同生性是同样用一个心，真心，见性的人用真心，没有见性的人用妄心。啊，诸佛如来用真心，见性也用真心，跟究竟佛果是同生性，啊，同样都用真心，但是如来果地上是圆满，啊，他那个真心是圆满，法身菩萨的真心不圆满，但是都是真心，啊，古人举的比喻啊非常好，啊，他把这个月亮。啊，在夜晚上月亮很明亮啊，他把15的月亮满月比作究竟佛果啊，把15以前的月亮呢比作41位法身大士啊。你看圆教初住大概是初二初三一个月牙啊，那个月光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跟15的月光决定是相同的，就只有大小不一样，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这个就容易理解了，同一个真心。那九法界的这些众生呢，九法界包括菩萨了，声闻缘觉了，还在九法界了，他们用妄心啊，妄心像什么呢？像水里面的月亮啊，那也是月亮啊，啊，它绝对不是真的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古大德们把水里的月亮是比作我们凡夫六道凡夫用心啊，六道凡夫用的心呢，妄啊，啊，虚妄啊。水里面的月亮啊，四圣法界呢，那就是阿罗汉、辟支佛、
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他们所见的念目所见，这个念目所见呢，《楞严经》上，我们看东西，我们用一个手指，把这个眼睛啊往下面一按，你在外面看就看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呢，一个是真的，一个是相似的，比那个水里面的月亮的时候要真实一点，那水里是完全虚妄。用这个方法呢来做比喻，让我们晓得六道凡夫跟四圣法界里面跟明心见性啊用心不相同。所以用心要紧呐、我们学佛的人要用真心。真心难呐、太难太难了。什么叫真心？我们完全不知道。经教里面给我们说，说的也很简单，也很明白，做不到啊。怎么个说法呢？逆了妄就是真。这个话好懂啊。舍掉妄不就是真吗？妄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你能把这个舍掉，那你的真心就现前了。但是，什么人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呢？做不到啊！佛法，不论多少宗派，不论多少法门。这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总而言之一句话，到最后都是叫你明心见性。你要不见性，你就不能算有成就。见性才算是你修行有成就了，有了结果。为什么呢？你已经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你要没有见性呢，你没有办法超越啊。所以四圣法界是相似位，不是真的。超越十法界才是真的，叫一真法界。那才算是成就。超越六道不算是成就啊。但是无我，我们在般若会上看到啊，须陀洹就无我了。他是什么呢？他是听教，听释迦牟尼佛常常讲经，跟我们一样。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道理，他的能力比我们强，我们听了之后还把这个身体当作我，这个就没有法子了，这就出不了六道了。他们比我们高明，他知道佛讲的这个身体不是我，他确确实实把这个身体当作我所来看待。决定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不执着身是我，样子是什么？决定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了。所以他能超越六道啊。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不会再为这个身体造业了，凡夫虽然听到佛在经上，常常讲，好像是听懂了，那自己也会说了，但是怎么样？
还是为这个身体造业。因此你证不了虚陀洹，你在大乘，你没有办法证得初信位的菩萨。换句话说，那佛法的入门呢，大乘小乘你都入不了门呐。什么时候真的做到无我就入门。所以这里头有两层意思啊，无我是绝对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真的我有没有找到呢？还没找到。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人身是我。这个衣服现在晓得衣服不是我了。衣服虽然不是我，真正的我呢，真正的我还没有悟到。只知道身体不是我了。不再为衣服操心了。是这么一个境界。这是你证得真正的我，明心见性那个过渡啊，过渡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长短不一定，那要看个人的根性，要看个人的缘分。所以这个善导大师啊，在《观无量寿经四帖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之好。一切众生修行正果，无论是时间的早晚，品位的高下，总在遇缘不同。这个话讲得好你遇到的缘属甚呢？那你就在时间上来讲就很快速节省了很多时间在这个功夫上来说呢你能够真正提高自己的境界那这语言很重要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语言非常不好这个不好就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五欲六尘的诱惑怎样能够做到面对这些诱惑不会起心动念？这叫功夫诱惑你还会起心动念还会起贪嗔痴慢？你没有功夫。修行功夫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去修那叫真修华严会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就是做出真修的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看了修行是怎么个修法这我们就看到了功夫的初步就是无我。所以前面讲的无性是理，无作是行，无我是真实的功夫真正的实证因此，对于这个身，一定要清楚，要了解。它是因缘和合生起的现象缘生的缘起性空决定没有自体这个一定要清楚
佛家常常讲啊，四大五蕴，和合而有这个色身。四大分散呢，这个身体就没有了。四大聚散无常啊。所以它没有，它不是常一之体啊。从这个地方观察了，也很清楚很明白。但是真正觉悟，实在讲还是不容易。真正觉悟去，你得自在了。你对这个身也会好好的照顾它。为什么呢？它有用处。它能帮助你成就你。借假修真。这个东西是假的。我要利用这个工具啊。要把真我找到，离开这个工具找不到真我，所以用这个工具把真我找到，所以它很有用处，不应该把它糟蹋，要好好的照顾它，可是一定要清楚，它绝对不是主人，它是家里面的佣人，宾主不能颠倒。你要把它当作主人，好了，你自己当作佣人，就亏吃大了。所以这个身是佣人啊，真正的主人是什么？是你的智慧。经论里面说的很多啊，像《金刚经》上，大家都很熟悉的。经常讲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实菩萨。这就是大乘圆教初住菩萨，这个初性位的菩萨。你不要看初性位，这是最低级的了。如来说真实菩萨，为什么呢？他通达无我，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才是初性位的菩萨了。刚刚入门呢，像读书一样，小学一年级啊。虽是小学一年级，他真的是学生，他不是假的。那如果我们对这个还不没有搞清楚、不通达那我们在小学之外。念幼稚园呢？不算是正规教育我们现在都是念幼稚园，大概幼稚园的小小班，大班都没分所以对自己的这个身份呢，一定要搞得很清楚你这个共高我慢就不会生。不会生起来。也知道自己发奋用功努力。所以难真的。这个无我太难了。我平常劝勉同学。放下自私自利。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想不要为自己，为正法久住想这个念头就转过来了。凡夫为什么入不了这个境界？他起心动念，他为自己想，想到我自己的好处，我自己的利益，这就糟了。这是增长我执，而不是淡化我执
如果我们念头一转，念念为众生，念念为正法九住，为整个佛法，不是为我这一个道场，不是为我这一个地区，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至少你的境界要为全球来着想。全球佛教兴旺，这是我们的理想啊，是我们本分的使命啊。居住在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是菩萨做的事情。总的纲领，总的原则，佛教大家都晓得。佛教提出来这个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慈悲、方便。什么叫佛教？佛教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遍法界虚空界。什么叫方便？方便就是如何将慈悲落实。最适当落实的方法，那叫方便。便是便宜，方是方法。用简单的话来讲，是最适合的方法。把你的慈悲落实，这叫佛法了。佛法值得九法界众生的尊重，称佛为天人师，称佛法僧为三宝，那凭什么呢？凭的就是善巧方便，凭的就是他有真实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悟一定要帮助你彻底觉悟。这个彻底觉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之后，你就脱离十法界。当然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升到一真法界。那一般来讲呢，都是升到华藏世界，清净毗卢遮那如来。那四十品无明都是在华藏世界慢慢去断。在那个境界里头，再也不会起心动念，再也不会分别执着了。佛在经教里常常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是讲十法界，十法界一正庄严从心想生。一正法界的人呢，没有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所以设法界就没有了。设法界就变成一真法界了，就这么个道理啊。你还会起心动念，还会想东想西，你就永远
没有办法脱离十法界。啊，十法界从心想生的。啊，但是这里又有个麻烦，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生无想听，是还是很麻烦。啊，无想天在第四禅呢，也相当不容易啊。啊，为什么不能真正证果呢？堕在无想天的是堕在无明里头，什么都不想呢，变成无明。啊，样样都想呢，啊，这变成妄想，所以难呐。你不堕在妄想，就堕在无明。所以佛教我们觉悟啊。觉了之后啊，哎，两边不堕啊，叫中道啊。啊，不堕则妄想，那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又不堕无明，啊，不堕无明，这超越四禅天呢。这无我啊，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总而言之，非常重要啊，不能够疏忽啊。《金刚经》，我们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去读它啊。记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前半部，后半部意思还要深。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见是什么？就是我们先讲的意念。不但无我相，我的念头都没有，那功夫就更高了。这个是大乘佛法的入门呐。啊，所以我们被自私自利害了。我们被名闻利养害了，啊，被五欲六尘诱惑害了，啊，里面起贪嗔痴慢，这些东西不把它彻底放下，这个无我是决定做不到的。无我做不到，大乘法你不能入门。啊，然后你再晓得，难，太难太难了。啊，古来祖师大德教我们，除了念佛之外，你还找什么法门？没有门路可走了。啊，你真正晓得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是真难。你才会死心塌地、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入了菩萨位了。啊，那到底是哪一个等级的菩萨？不要紧，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关系，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一品烦恼都没断，啊，你也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不得了啊！啊，阿惟越智是大乘，七地以上，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你的智慧、你的神通、你的福报，就跟七地菩萨一样，啊，那不是你自己修来的，啊，是享阿弥陀佛的福啊！啊，一面享阿弥陀佛的福，一面自己在修，啊，等自己修到了到七地的时候，那时候享就享自己修的福了，啊，那不再是阿弥陀佛了。就到那个地方，总是有一段时间要依靠阿弥陀佛。
这个是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只有西方世界有。啊，这是一个特别的世界，特别的法。啊，这个我还有一个意思，还有叫法我。啊，指着我身体是我，是我，这是叫人我。啊，执着一切诸法真的有，那就叫法我。人我是烦恼障的根，法我呢是所知障的根。啊，两种都要断。啊，所以经论上常讲啊，人无我，法无我。啊，这个我是从体上讲的，啊，这个人没有自体，因缘和合，一切诸法也是因缘和合，啊，都不是实在的。懂得这个道理，与自己身体，与一切诸法都不执着。啊，所以说这个妄想啊，分别执着，自自然然就淡化。啊，虽不能断掉的时候，看得很平淡，啊，在一年比一年看得淡，那这功夫就向上提升，啊，不断向上进展。再看下面这一句，啊，大慈大悲喜舍身，啊，这一句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天人就修了啊，天人就修了。特别是色界天啊，我们知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生色界天的条件，第一个是要禅定，四禅八定；第二个呢，就是四无量心。啊，色界天人，人人都有慈悲喜舍。所以天上好啊！啊，我们知道慈悲喜舍的心啊，变出来的境界不是无着我实啊！啊，我无着我实是不善的、极不善的心性变现出来。天人的相好，我们在啊这个经上，世尊给我们做比较啊，越往上去，相貌越好啊，绝不是下一阶能够相比啊。佛举的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他把这个基本的这个标准，啊，他说一个乞丐，一个国王，啊，乞丐跟国王站在一起，啊，那国王福报多大，那个相貌非常明显的，那乞丐怎么能跟国王相比呢？啊，这个例子我们。很显然的能够理解，能够接受啊，然后告诉我这个国王啊，人间的大国王啊，要跟转轮圣王在一起站在一起，
那我们这个过往就变成乞丐，没有办法跟转轮圣王比啊。那转轮圣王有四个等级啊，天人王、铜人王、银人王、金人王，一个比一个殊胜的，那都没法子相比的啊。金轮圣王要跟四王天相比，那金轮圣王就变成乞丐了。四王天跟忉利天王比，那四王天也变成乞丐。这样一层一层比，修四无量心的是色界天呐，是粗产天呐。欲界最高的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要跟粗产天比，也就跟我们世间乞丐跟国王比一样。现在我们懂得了，那福报从哪来的？佛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原则，希望我们常常记到，不要忘记，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很多。你要能够真正把这一句话想通了，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一切法呢，你就能做得了主了。为什么呢？我心想生。色界天去我们不远比极乐、比华藏那近的太多了。他们这个天堂那么样的美好是什么呢？清净心、禅定。禅定是清净心。清净心变现的，善行变现的，这个善行叫慈悲喜舍。清净心跟慈悲喜舍变出来的境界，如果我们学的修清净心、修慈悲喜舍，我们这个境界就会变得跟他一样。设法从诸佛到一切众生的刹土，平等平等唯心所现的是平等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实际上呢，它不平等，那不平等是你自己变的你自己起心动念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是这么一回事情。那么现在是怎么样再变回去？再变回一真法界，这就叫做修行。修行去，我们怎样再变回去？返本还原。再回到一真，那就对了。佛度众生的事呢，那就圆满了。我们真正要知道还原，真正要知道回家了。今天整个世界。为什么这样的混乱？为什么灾难这么多？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这个动乱灾难束手无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古圣先贤告诉我，佛法给我们讲得更清楚。说到最急究竟的，就是善恶念头。在佛法里面讲呢，就是智慧。科学家很聪明，他没有觉悟啊。他还是在迷呀！迷而不觉，必然是邪而不正，染而不净。换句话说，迷邪染造成这个现象。要想这个世界再能够回到正常，消灾免难啊，人民真的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一定要回到觉真境。四圣法界，这是相似的，确实它这个层次不相同。怎么造成的呢？觉正境的程度不相同。没有达到圆满了。所以程度上不相同。佛讲的水平是一真法界，以一真法界为基本的水平。一真法界里面没有变化为什么没有变化？因为所有一切的众生，六根对外面的六境都不会起心动念，都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他的境界没有变化了。像我们在《往生经》里面所读到的看到极乐世界里面的状况没有变化人化身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到这个人道来从小孩慢慢长大，西方极乐世界没如果有小孩慢慢长大的时候，那他是个生灭现象，他没有，他是化身。到西方极乐世界时，那个身体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变化所说的。化身的，他不是胎生的所以他没有变化，他不会衰老他永远不会生病病这个字在西方极乐世界听不到，没这个字老也听不到那么由此可知，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断恶修善比什么都重要
断恶修善不是利益别人，是利益自己。利益别人的充其量，我们讲的时候，三分利益别人，自己得的利益至少是七分利益别人是真正利益自己，做利益别人的事情，别人得的利益就三分，自己肯定得七分。这个账都要算清楚你才会很欢喜去做自己得的什么利益呢？不是得的财富，不是得的功名。不是得的名闻利养，得的是智慧。智慧开了，德相现前了，这是能力。能力现前，相好现前，你相貌变了，体质变了。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这个佛法里面讲的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都得自在，都生欢喜心，这是真受用啊！佛法里头常说的“常生欢喜心”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法修学真正的受用。学佛是这一点受用都没有得到，那就要白学了。学得越学越痛苦，这大错特错啊！学佛应当是越学越有智慧，越学越快乐。为什么呢？智慧开。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你契入境界之后，你的思想见解会变，你的行为通通都会变，跟没有学佛之前一定是两个样子。那就是没有学佛之前，念念是为自己，真的是自私自利。真正明了之后啊，念念为众生，念头转过来，为众生是不是？是演戏吧？我在澳洲有人问我，你们佛法学的是什么？演戏。我就打说演戏，天天表演给别人看。演什么戏呢？纠正他们的错误。这个真有受用吗？现在是这个社会人一般不懂得孝顺父母，我们表演，表演做出孝顺父母的样子给大家看。现在人不懂得尊师重道。我们做出尊师重道的样子给人看。现在人的时候不知道和睦相处，互助合作，我们做出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做出来给人看。要做啊！我到杭州。买了一个教堂，基督教教堂，这个教堂已经很破旧了，把它整修，整修出之后可以使用了，我就办了一个
顿清睦邻的参会啊，请我们的邻居、街坊邻居，我发请帖给他啊，请着他们来吃饭啊，来了很多人啊，我们给他介绍，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啊，来做什么的啊，把我们的理念介绍给他，因为这个小城真正是纯一基督教啊，没有其他宗教。那我们去了，这是外面宗教来了，啊，开始他们也有点紧张，啊，我们把我们给他一介绍之后，他就了解了，啊，不是我们选在这个地方来读书学习。大概我们这个餐点呢做得还不错，他们吃了很满意。吃完之后啊，来跟我讲，他说：“法师，你这种活动多办几次好不好？”我说：“好啊，既然大家欢喜的时候，每个星期六，啊，每一个星期六的晚餐，温馨晚会，这个晚宴啊，温馨晚宴，每个星期六。”所以跟当地人的时候，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打成一片了，啊，和睦相处啊，啊，我们只请他吃饭，只陪他聊天，绝不谈宗教，啊，绝不拉信徒，啊，那么这个两年下来之后，大家心就很平和了，觉得我们是善人，是好人，这他们肯定的。啊，没想到的时候，这世间还有这么样的好心人，我们这边好心人。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建设差不多，快要完工了。啊，这个10月12号。举行一个开幕典礼，开幕典礼之后呢，我那个温馨晚宴要改名称，改温馨晚会，啊，因为晚宴只吃饭嘛，晚会里面呢就有表演了，啊，那我们表演的内容呢，就是刚才讲的。社会这个不好的这些现象，我们从反面来表演，演给他们看。啊，演孝顺父母、尊重师长，这个友爱兄弟，啊，这是对一切人事物的相处。我们用这些内容的时候来表演，历史故事很多啊。啊，都把他搬上舞台啊！啊，教忠教孝，教仁教义啊，那温馨晚会就是机会教育啊！啊，教人怎么样做人？所以现在，如果能让社会啊恢复到安定和平，教学的根，一个是孝，一个是悌。啊，换一句话说，那个根就是孝亲尊师啊。啊，这个东西要常常表演的。啊，每一场，我们是一个星期一次吗？每一次，啊，孝悌一定有一个节目。然后配合其他的娱乐节目，这是主题。啊，人如果真正懂得孝，无论在什么时候，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自然会谨慎。为什么呢？如果不善，
自己就会感觉到对不起父母。这个约束的力量大了，心行不善，对不起老师。所有一切善法，在语言上讲，是从这个地方生的；从音上讲，那佛法讲得好，无贪、无嗔、无痴，这叫三善根啊。啊，三善根呢，还得有三善语言呢。语言是伦常八德啊，我们一般讲的道德啊，孝悌道德，这个是三善语言啊。今天我们表演的，我们要做的，我们要讲的，都不能够离开啊，孝悌。经典也从这上面说了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慈悲喜舍啊，这四无量心，第一个是慈无量啊，怎么做？怎么落实？慈是娱乐，我们用什么方法？给一切众生快乐，这是慈啊！常常要有这个念头啊，要时时刻刻抓住机会啊！遇到这个机会了，不能错过啊！所以这个。温馨晚会，哎，这是娱乐啊！我们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啊，同乐晚会啊，这个非常有意义啊。澳洲9月份是春天。他们的气候跟我们这里完全相反，在南半球跟北半球，啊，9、10、11月这3个月是春天，啊，花季，我们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小城是花园城市，啊，这百花盛开的时候，全世界的喜欢花的人都会到这里来看花，所以每年这个季节。他那个市区的旅馆呢，都是满满的，啊，真正到100%，啊，在那里看花。那么当地也有花车游行，啊，今年呢我们报名了，我们也坐一个花车跟他一起去游行。那我们这花车怎么个设计呢？这同学们来找我，我就跟他讲，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啊，宣扬多元文化。啊，这多元文化怎么做呢？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我们手牵手在一起唱歌。啊，在花车上唱歌，我们一路走，一路的。当中呢，我们要供有佛像，有耶稣的像，啊，有穆罕默德的像，这个都是通通都的。所以我就想到了，四川变脸呢，怎么不会变？如果要有会变的话呢，很那个，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是吧？这一转眼是释迦牟尼佛，再一摇头就变成耶稣了。
告诉大家了，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呢，是一个人呢，一个真神呢，他会变啊。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啊，全世界宗教徒都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你们没有了解真相啊，再分说这个是我们的教主，那个就不是，其实都是的。他到那里去，他变了脸，你就不认识了吧。我们来还有这个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找到会变脸的。所以是这个是这个种种不同娱乐的节目的时候，通通做教育啊，都做教育。我们从这里慢慢推动，慢慢带动从一个小城慢慢带到其他的城市慢慢来做。那么这种表演做得很成功啊，实在讲，我们这出家人也可以组个团的时候周游世界去表演的。这种表演是在讲的，就是弘法利生换一种方式把我们在讲台上讲的这个东西是变成剧本的时候呢，演出来这个是娱乐常常要有这个意念常常要想方法给大家带来快乐。那个饮食，在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不管是什么宗教，我们现在了解是没有不好吃的，所以吃的东西要做得好，让他吃了之后，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常常想到这里来。很重要不能够疏忽这个都是释迦牟尼佛四摄法里头的摄受一切众生的他的嗜好，我们了解的是能够投他的所好他就会常常来常常接触佛法常常接触多元文化的熏陶把这个种族宗教逐渐逐渐化解了我们才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是悲无量心悲心呢是能把苦众生有苦有难你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个也要尽心尽力了这个慈与悲这是娱乐拔苦我们发这样的心全心全力来做对自己的果报就是健康长寿这个叫无为布施何况这个里头又有佛法又能帮助人觉悟无论是什么人做拔苦的这种事情我们有缘分遇到了就得尽心尽力去协助他没有缘分没有力量欢喜赞叹这都是属于随喜功德前几年我住在此地我们这个地方天主教
他们到非洲去义诊，这是好事情。那个特丽莎修女告诉我这桩事情，我就送一笔钱给她做医药费。过了几天呢，他又打个电话给我，他说非洲那边呢很苦，非常贫穷，落后，医护人员缺乏交通工具，很辛苦。他问我能不能送一个救护车，我说可以，送他个救护车。这由我们佛教徒小心量的佛教徒他跟我说，说法师啊，那是外教啊，你怎么能把这个信徒供养的时候，你怎么拿去给别的宗教啊？这心量太小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义诊是个好事情啊，这救苦救难我们要不要做？是要做啊。我说你去做好不好？他就没有法子了。我说你看人家就做，我们拿钱我们投资啊。我说你懂得吗？那我就有一份了吗？那他做不就等于我去做一样吗？怎么连这个脑筋都不会转不过来呢？无论什么人做，只要做的好事，我们拿钱我们就投资嘛。要懂得这个道理，这是遇到这个缘啊，尽心尽力，不要错过啊。那么这一次我到此地来讲经啊，大概还有3天是吧？那么讲完之后，我到泰国去开会啊。那么泰国这个会呢，是联合国召开。是一个教育和平的会议，要开5天。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活动，那么这个不是用宗教的身份，是用学者的身份，他是邀请大学，格里菲斯大学，我是代表学校出席，所以这不是宗教活动，是学术的活动。那么正好碰到澳洲那一边的华侨，他们有一个组织叫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要到西藏去义诊他们几个干部到昆士兰来看我，我说这个好事情。他告诉我，西藏因为地处高原，紫外线很强，白内障非常严重，差不多这个藏报的时候，1/3的白内障，严重的眼睛就瞎了，所以他们这次义诊呢，专门治白内障。有5个眼科医生专科的，另外有5个是一般科的这个医生，大概这个护士护理人员有7、8个，将近20个人组织一个医疗队，这好事情。他来一告诉我，我就拿了5万块钱给他医药费，我就说我也投资，你们去做。真没想到是投资之后他还要我去。要我跟着他们一起去，本来我也不想去。我们的大使中国驻澳洲大使非常好他是非常希望我能去的这个澳洲吴大使，他也是教书出身，以前是北大教授，以后去做外交官去了。这个好。我就跟他们去一趟
那么西藏呢，在过去我们赠送着西藏大学有《大藏经》，有四库会要，而且我在那边还设立有奖学金。啊，我说我去看看，也好，机会很难得。这一次到西藏去，一共有100多人，很大的一个团。啊，我是加入他们的团体，啊，所以都不是宗教活动。啊，我在中国，过去几次到中国都是看朋友，啊，探亲访友，啊，绝对不做任何宗教活动，啊，这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持戒，啊，持戒的意思就是守法，啊，一定要守法。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不受罚，你叫人家持戒，人家怎么可以相信？这不相信了吧？所以自己一定要做到。啊，那我现在实在讲也没有什么宗教活动。啊，现在我自己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摄影棚里面讲经，一天4个小时，希望把《华严经》讲圆满。啊，那么这部经现在估计需要10000个小时。啊，那么现在我差不多讲到2500个小时。啊，所以后面1天4个小时，1年1200个小时。啊，预计大概要7年，华严经才能圆满。啊，所以实在讲呢，我没有时间出来活动啊。啊，我也不想见任何一个人呢。哎，古人讲得好啊，知事少时烦恼少，舍身多处是非多啊。啊，没有必要这个认识的人最好，不要认识应酬太多啊。啊，所以学慈悲，人家做好事，我们听到了、遇到了，啊，我们尽一点心力，帮一点忙。啊，所以这一次治白内障，我是拿了一点钱。哎，很多人问我，哎，法师拿那么多钱，我说我是在点光明灯呐。你们的光明灯是点在佛菩萨像你面前的，我是真正叫人家那个白内障去掉，恢复光明啊。呀，这好事情。所以这次到中国是慈善行啊，我是随团啊，那当然也附带的去看看一些老朋友啊。所以宗教活动，我们决定遵守国家的政策啊，我们决定不会犯一点点规矩啊，这是我们学佛同学都应该要懂得，都应该要明了的，啊！只要做一个守法的人，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人家都欢迎啊！啊，我们在图文巴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啊，澳洲最保守的基督教徒地区，啊，我们住在那个地方，绝不拉一个信徒，绝不破坏别人的宗教，啊，所以。这些宗教徒跟我们几乎说常常往来，但是他信他的教，啊，他到我这来，我也劝他，啊，劝他们要好好信他们的上帝，要好好的读他们的经，把上帝的爱，啊，从自己身上做出来，啊，去爱一切众生，爱世人，啊，否则的话。那个上帝的爱是抽象的，上帝怎么爱世人吧？上帝一定要通过信徒啊，让信徒把爱心啊发扬光大了，啊，这个就是对了。这佛法讲慈悲，佛法慈悲要靠佛教徒啊，啊，没有佛教徒，释迦牟尼佛的慈悲也落空了，慈悲喜舍都落空了，啊，
一定要我们去做啊，我们去发扬光大啊，那这就对了。这是我们要有这个心啊，遇到机会不要放过啊，总是尽心尽力去做一点。不要分彼此啊！不要分这个宗教，不要分族群啊！无论什么人做好事啊，只要衡量这个事情是一桩好事，对社会、对大众有好处，就应该要去做。第三个是喜无量心啊，喜是欢喜啊，见到别人。利苦得乐，我们应当生欢喜心，不能生嫉妒心啊！啊，现在人实实在在家，很少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看不得别人有一点好处，看到别人好处就生嫉妒心，不但嫉妒。还在想方法了来障碍那这个就造罪业了这个罪业的果报很可怕果报也有不同的等级，这是怎么生的？看你所造的业。你这个造的这个恶业，如果影响的时间久，影响的范围大，那这个罪就非常重。如果影响只是几个人，时间不长，这个罪就轻。这个戒罪轻重是看你的影响。一个是面的影响，一个是时间的影响。佛教导我们常生欢喜心这一点很重要中国谚语也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所以欢喜心在现在人讲营养最好的营养是欢喜心你要常常生欢喜心，你没有忧虑，没有烦恼，你就不会老你不会生病你看这个果报多么殊胜健康长寿啊！所以佛菩萨我们细心去观察，真的，他们是永远都生活在欢喜里他欢喜有道理啊。第一个，自己的道业不断的增长智慧增长，福德增长，这欢喜。第二个呢，是看到。教化众生的效果看到众生接受这个佛菩萨的教诲，修行正果他生欢喜还有一个呢，看到众生呢堕这个恶鬼地狱，佛菩萨看到也欢喜，这什么原因呢？他堕这个三途他消业障他要不堕三途，他业障怎么消得掉？他业障消了之后呢，那佛菩萨就正法来帮助他提升所以你从这些不同角度上去观察，你才了解真正的意思三途不是不好没有三途。你的业障永远消不掉。
那么最后一个是舍无量心。大乘教里面说，真正舍是什么意思？对于上面的慈悲喜而不着相那叫真舍啊！这个境界太高这不是我们的境界，那菩萨境界尤其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要落实到我们现前，那我们的现前这个舍就是放下，就是布施能舍在六道里面，确实舍财得财所以世俗有一句话叫舍得。舍得呢，这句话是从佛教里头来的。你有舍，你就会得；你要不舍，你就不得。舍财得财，舍法得聪明智慧。所以舍无为，施无为，布施无为，得健康长寿。大乘菩萨法说到究竟处就是一个布施菩萨修什么？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只修一个布施六波罗蜜，你们注意想想，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是属于无为布施你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常讲财不露白怕人家起恶念你的财被人看见了那个人是持戒的，你就放心了他持戒的，他不会偷我的东西，不会抢我的东西，他是持戒的，你看你就这个不威的心呢，你就放下了，所以这叫不威不施无为不施持戒忍辱平常我们言语造作得罪人总怕人给人借仇听说这个人修忍辱的，那不要紧，我得罪他没有关系。持戒忍辱是无为不施精进禅定般若法布施，所以一个布施把六波罗蜜通通包括了这样我们才晓得菩萨行的是什么，无非是行施舍而已你不学施舍那就不是菩萨了。那么施舍有外财有内财外财身外之物我们有多余的，别人有缺乏的我们乐意帮助他千万不要顾忌我布施给他舍了，那我明天生活怎么办不要想明天，只想今天，只想眼前，你就施得很快乐，明天呢自然就来了吧不要操心嘛，果报就是这样来的一定比你施的还要多一点，好像再加一点利息给你这个法门
我是跟出家人见面头一天，张家大师教给我。我跟出家人见面的第一个是张家大师。我向他请教，他就把这个教给我。不是。我们才懂得了。但是你要能收到效果，你要真干啊！我学佛52年了，这个52年真的越试越多。现在这最近大概是30年，慢慢的说，慢慢有跟经教相应。这个印象淡薄没有计较供养很多，我不知道多少从来不去讲这些数字没有数字观念但是遇到什么事情要需要钱用的时候呢，他就来了。自自然然就来了。真的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啊。那这个果报从哪来呢？果报就是这么多年布施嘛。除非是没有机会，有机会决定通通都把它布施掉。布施掉了之后就没死了，不布施你心里有牵挂，布施掉了没事，干干净净需要的时候他就来了，你看这多好所以这个学道理很深很广真的是只有诸佛如来方能究竟。那么舍利呢，是在讲最重要的，要舍怨亲，你的平等心才能现前。你能够舍财这个舍法舍无为，你得清净心；你能够舍怨亲的，你得平等心。所以，清净平等觉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在这一部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别名那我们要想学佛成佛也跟阿弥陀佛一样那没有别的你懂得舍懂得是舍你就能做到什么都能舍这里头最重要的，你要能舍烦恼，你要能舍妄想，你要能舍分别，要能舍执着，没有一样不舍，纯净纯善现前。这个时候，别说是弥陀净土，十方一切诸佛净土。你想到哪里去就能到哪里去。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纯净纯善是从施舍里面带来的我常常
劝勉同学，决定不要把人家不善的东西放在自己心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你不但不能写，专门去收集，收集什么呢？收集垃圾。啊，所有一切众生不善的，统统收在自己心里。你说你多苦啊，你多可怜呐！啊，你的果报不好啊，堕在三途啊！啊，所以要懂得舍。啊，一切众生，啊，这个人所不善的，统统舍。啊，要保存善，啊，你才能真正修成善心。善行，那你的果报在三善道啊，这还不是究竟法，真正究竟法啊，舍恶不着舍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你才得真正清净心啊，那叫纯净纯善。果报不在六道啊，超越了啊！不但要超越六道，要超越十法界啊！所以学佛的人要学佛菩萨啊，佛菩萨。他们的能力入不二门啊，那这是我们应当要学啊。不二是什么呢？没有对立啊，能够把对立舍掉了。你就入了大乘门了，不与一切人对立，不与一切事对立，不与一切物对立，真正成就平等心啊！别人跟我对立，那是他的事情。我不跟他对立，这样怎么样？这样就不会有冲突了。啊，他跟我对立，我跟他对立，冲突就生起来了。啊，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他那个对立就落空了。这个道理很深啊，这是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学问啊。我们今天祈求世界和平啊，世界和平要能够真正落实，国与国不对，特别是大国与小国不对。强国与弱国不对，啊，族群与族群不对，啊，宗教与宗教不对，就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个世界和平就落实了。从哪里做起呢？从我们自己内心做起。你要求别人。啊，不对立，这做不到的。所以佛法称之为内学，啊，经典称为内典呐。佛法是从自己内心里面求，不从外面。啊，我们要别人跟我不对立，我先跟人家不对立，啊，然后慢慢的化解对方，啊，所谓是。精诚所至，精识为开啊！啊，
我还没有能够化解对方，我做的还不够啊！这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生生世世啊。任何一尊佛都是无量劫修成的，不是一生一世的。一个阿罗汉也得多生多劫才能成就，所以要有耐心，有恒心，有长远心，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不会丧失。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把握，就是决定不跟别人对立，尤其是冤家了，给你又过不去的，他这个回报你、侮辱你、欺负你，伤害你，我们通通都能承受，决定没有成慧心。决定没有报复心，那他这些行为对我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我还要感谢他。你们感觉到奇怪呀？所以问题是，境界你会不会转呢？你会转境界，你就很快乐了。他用种种方法来整我，我为什么感激他？他替我消业障啊！我不要堕地狱啊！否则的话，我这些业障消不了这个地狱恶鬼畜生是为我生，我将来到那里消业障。现在这些人现在把我的业障消掉了，我从不感谢呢，我就不会到那里去消业障了。如果你要产生一念嗔恚心，不但你的业障消不了，你的业障还增长。为什么呢？变成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那个念头一转呢，他替我消业障，他造作罪业替我消业障，我感激他，他那个罪减轻了，他造的罪业减轻，大幅度的减轻。报还是有报，报得很轻。为什么呢？他对我来讲的时候，他提升，帮助我提升，境界提升，你们在《金刚经》里读到割离王割戒身体，这一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细说的是在《大涅槃经》里，那讲得很长，故事讲得很清楚，忍辱先人。修菩萨行被割离王割戒身体，这是奇耻大辱最严重的伤害菩萨没有怨恨心一丝毫怨恨心没有，忍辱波罗蜜圆满你看看。割离王功德呢，成就忍辱先人的忍辱波罗蜜，等于是参加考试，不通过这个考试，他忍辱波罗蜜不能圆满。没有丝毫报复心，持戒波罗蜜圆满，不杀生了。你看看，这就叫什么？这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无，则同如来”。所以境界现前，你要会转，你不要被境界转了，你要转境界。怎么说？你被境界转，人家一把你马上就生气，这个嗔恚心就起来了，报复念头就起来了。你被境界转了，你被境界转，你是凡夫。你要能转境界，你是菩萨，就是在
日常生活当中啊，就看你会不会。啊，所以，无论是善言恶语，都是真善人，啊，都是好人。无论这个环境，无论是逆境顺境，啊，会转境界的人，通通是好环境。啊，我们学佛，实在讲，最重要就是学这个。啊，所以不要去看风水了，不要去算命了。啊，为什么呢？我会转命运。那还要算什么？我会转风水，是不是？这不需要了吗？那自己会转吗？啊，每一个学佛的人说，通通都会转了。这个看风水算命都失业了。那么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啊，普愿一切众生啊，真是从我们这个凡夫啊，一直到等觉菩萨啊，这通通都圆到啊，所以他用无量两个字啊，这个慈悲喜舍都用无量啊，只要我们懂得会修。这四种心呢，真的是引无量的福，得无量的果报啊！所以称它为四无量心。后面还有一句啊，这个是这一小课啊，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它讲完了。甘露灌顶受卫生，这一句甘露在此的是比喻啊，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人间没有。要用现在的话，大家好懂的，甘露是饮料，天人最美好的饮料，我们只能这样介绍，因为人间没有，这是没有法子比喻。那么古人常讲，这个饮料啊，是诸天不死之药啊。但是我们晓得，诸天都有寿命，天飞翔飞飞翔，诸天也有寿命，啊，大概总是讲呢，这是天道里面的天人，啊，最欢喜的，像我们这样，我们人间讲的补品，啊，最滋养啊，补身体，啊，但是说不死药。这是有点夸张，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延年益寿啊，这个有可能啊，可能是做到延年益寿啊。所以甘露灌顶啊，灌顶，这是佛教里头密宗里面一种仪式。跟显宗的这个三皈的意思差不多啊。那么在做法的时候，多半是用水啊，用水洒在头顶上，叫上师啊。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金刚上师。那么这个人呢，是佛法修学的可以说纯正啊，我们能够相信
他的师承好啊，这个不会欺骗人。他在这个经里面讲这个观点，就讲得很清楚。啊，观是什么意思？传授的意思。顶是顶法，就是佛法里的法门里头至高无上的，把这个至高无上的佛法传给你，这叫做观点。这个讲法讲得好啊！啊，我们不必啊，到这个什么这个密宗上师仁波切啊、活佛喇嘛这里见到他，就要让他灌个顶、摸个头。啊，也有人找我啊，啊，我给他讲啊，手摸太多了，不卫生啊，细菌很多。我的手就变成传染病，这病就传染性，你还要活吗？这是迷信吧？是他不了解吗？啊，那几滴水灌了顶，你就聪明了，就开悟了。啊，那上司给你，每一个上司遇到的时候都去灌顶，结果他越灌越糊涂。我看他没有开悟啊，没有开悟吧。啊，你要是真正灌顶，你每天冲凉时不是每天都灌顶吗？啊，所以我们真正明白灌顶的道理之后，你才晓得，大乘佛法里头至高无上的法门是什么？无量寿经的。啊，你看看这个前面梅光系居士的序文，他这个序文写得很长，你读了之后你就晓得了。啊，这是隋唐时代的高僧大德们说的，华严法华都是这个经的引导啊。啊，也就是说华严法华最后都归无量寿啊。啊，华严经特别明显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那么极乐世界的经典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是一切经最高峰了。你把这个经恭恭敬敬念一遍，就是诸佛如来给你灌顶一次。啊，这个道理不是很明显吗？啊，你每天念两遍，你每天是一切诸佛给你灌两次顶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所以学佛总要有智慧啊，不要迷信，不要被人骗啊！在美国，我还遇到假的喇嘛啊，因为他们叫的什么呢？这个到外国的时候，这个是以这个上司的身份呢，去游历一番，要带不少钱回去。所以这个住在尼泊尔这边有很多这个西藏人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是喇嘛，哎，但是他穿上喇嘛衣服，他到这个外面来走一趟，我就带了很多钱去了，也有人跟他去，结果去到那之后才发现他不是的，这同学回来告诉我，他上当了，不是的。啊，现在这是仿冒的事情太多了，哪个行业都有仿冒的，喇嘛里头也有仿冒的，真的假的你都搞清楚，是吧？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呢，这个经读一遍，诸佛给我们灌一次顶，这个是决定正确，决定没错误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